高雄一艘寡影上有望三号就在海面上载浮载沉。由于这艘船因为这个引擎失火，火势虽然已经被扑灭了，但船只失去的动力，在海军火炮射击的区域漂流。经询问船长，目前因舷外机的引擎失火受损，致失去动力。因现场海域为海军的火炮射击区域，为确保人船安全，随即协助拖带该舢板，在16:21返回新达港安全泊靠。船长利用无线电回报船上四个人都安全，请求协助，由这个海军武将舰在旁边借护。海军事后用这个拖拉的方式将这只船只拖回了新达港，所幸呢是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的情况。另外海巡署也提醒，海象瞬息万变，民众如果开船出海的话，务必要检查相关的航行设备还有机械状况。